穿青蛙装。那边呱呱呱。呱呱。小瑞妍，小瑞妍。不要怕，你照顾一下妹妹，跟妹妹说不要怕。不要怕，不用怕了。当然啦、啊，要水啊，水呀、啊。里面可以走路吗？超热、哦，不行啊，超热。姐姐要去洗菜菜，但是她现在有点害怕。妈，脚，阿贵有没有带衣服啊？有了，来。我说你自己啊，有啊。小瑞妍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哇！要洗菜菜啊，洗菜菜。不能下去了吧？小瑞妍，阿妹呀，有没有好玩？刚刚怕的要死。爸爸，好玩吗？飘，小瑞耶，耶，妹妹，耶。啊，妹妹在哭了。我跟妹妹在这边等，因为真的太热了，妹妹一直受不了。这是我的哥哥，借他玩。哦，哥哥借他玩什么？哇，娃娃。对，因为那边洗菜的地方太热了，然后小溪一直待不住，而且我真的也是爆汗，好热。体验洗野莲，哦，真的你看都是汗呢、啊。来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来这边棒啊，很棒哦，妍妍。哇。你的皇冠要来了，妍妍。这个要很小，这个要很小。不要泼到妈妈了。妍，好好好。耶！哦！棒棒！哇！你有没有看？哇！哇！回去跟米少再帮你推下去。回去跟帮妈妈捏菜哈。哇！哎呀！来这边。呀！很棒哦，妍妍。好。